你都知，哎，你们粉丝都知道，哎，说金鱼家好多仙人掌会开花的。对，但我养的不是吃的仙人掌，是看的。哦，观赏用的啊。对。是很大还是小小的？比我要高啊。这么大？啊、对，比你还要高啊。哇。大概就。是那种卡通片出现的那种仙人掌，不是，是一根的，大概有两米。所以这是你的兴趣吗？其实一开始我是觉得这个仙人掌比较好养嘛，想要在家里养一些植物，对，所以就养。但是后来发现也不是很好养啊，是吧？然后就只能放着了。然后就他又不忍心，还是要丢弃。喜欢上啦、啊。我看到一个问题，问我喜不喜欢养花。其实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花，但是呢我自己都养不过来，所以我怕我养这个花的更养不过来。好的，我会有机会的话我会尝试一下养仙人掌，好像这个东西比较生命力比较顽强。今天呢我们线上的朋友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嘛，只要你有报名参加点餐呢，我们就可以抽取其中一位，所以我们先来抽，这样让节目组可以准备一下那个名单，那个粉丝名单非常好。所以报名时间已经截止咯，来随便抽，抽根签，16个区，念出来是哪一区？通州。通州的朋友们，通州，通州区的朋友们，恭喜你们啊！是哪一位幸运儿可以获得锦鱼的料理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好，那在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就来品尝看看今天的手艺味道如何咯。我觉得这是热菜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名单已经在我的手上了。今晚的得主是？对，我们刚刚是哪一区？通州，对不起，通州区的朋友准备了，到底是哪一位幸运儿呢？好，我们手上有四个名字，你想要哪一个？选一个，对，我们先打电话，直接拨电话过去。第几位？有手机末码是8712，朋友注意了，我们要打给你咯。哇，哎，芒果比较好吃。哦，这个好吃，对，芒果比较好吃。这位朋友，冬天快起床了，快，夏天都来了，冬天。完了，冬天睡过去了。果然是一首悲伤的歌。我们，哎，喂，接通了，哎，喂，起床了，谁呀、啊？你是冬天吗？对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你刚刚是不是有看直播哦？哦，对，我看了。你跟他问好。你好，冬天。我是黄景瑜。这么挂掉了。不可能吧？没有啦。喂。啊？听得到吗？你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啊，你刚刚有看我们的直播对不对？对，你喜欢黄景瑜吗？喜欢，之前我有看他的拍的那个是有看他的作品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啊，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讲的吗？因为我之前的话呢就有听他一些歌，还有看过他之前演的，我刚想起来演的叫一个上戏，我看过。是啊，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讲吗？还是你想要他给你什么祝福吗？其他没有什么，因为比较激动，现在不知道说什么。哇，紧张！我跟你讲，每一个我们打去都这样，他们都很激动，瞬间。然后，但是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呢，都非常的平淡，都说，
我现在比较激动，现在我不知道讲什么，可是我们听起来就是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很激动，但是他们都后来然后挂了电话之后呢，他们就会疯狂的后悔，因为自己的偶像嘛。对，没想到。好，非常的恭喜你，冬天。啊。你在你刚刚留的地址吗？对。好，所以你今天呢会吃到三道黄景瑜做的料理，非常非常的好吃哦。准备好冰冰。然后会有我们的京东小哥用最快的速度送到你面前哦。耶、yeah。恭喜你。恭喜。谢谢，也请继续支持黄景瑜哦，拜拜。你看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腼腆的，而且我们真的要挂电话了，然后还有真的接起来了，这样哦，真的太特别了。好，好，所以今天呢。